2015紫耀义大跨年晚会正式开始。下指数
的情绪鲜花让他有了笑容，他拿给你的苹果看来比我还要好。是公主下了毒，她盖着糖果屋，眼中又带着哭，想哭。她是谁的公主？她是谁的幸福？她是谁的孤独？上辈现实反扑，上有王子拦路，上会让人嫉妒。你受伤了，你受伤了。玫瑰公主不怕风吹，只怕没有礼物。朋友们每天说他坏话的女巫，他送给你的亲吻突然沾到了零度。是公主下的毒，她盖着糖果屋，眼中又带着哭，想哭。她是谁的公主？她是谁的幸福？她是谁的孤独？上辈现实反扑，上有王子拦路，上会让人嫉妒。你受伤了，你受伤了。每一年的跨年我跟高雄啊从来没有缺席过，但是今年是我第一次能够上到这个地方，全台湾跨年晚会的最高殿堂啊。哇塞，真的，而且我也是、我也是第一次到高雄来跨年。我全台跑透透都没有到高雄跨年过，今天是我的第一次。而且刚刚讲到全台最高，对不对？是义大世界这边呢有海拔123公尺，你看有多高。123公尺如果没什么概念的话，大概快50层楼高啊。哇，而且我是屏东人，南台湾昼夜温差特别大，所以呢晚上的温度可能会降到10度左右，怕不怕？不怕。哇，非常好，真的。今天晚上的节目非常精彩，一段接一段，
让你们觉得只有在这边看到才会眼睛凸出来，下巴脱臼，好看到不行。真的，而且我觉得会越晚越嗨，而且当然越晚人应该会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会越来越暖，一点都不冷。尤其包在跨年前后的，就是全台唯一独家的蔡依林。很多是我们艺大独家的，都是艺大独家才有的表演内容，没错。好，我们的2014年呢，高雄辛苦了，发生了很多的天灾人祸。对，这一次呢，高雄经历了气爆的苦难，是，那大家都经历过来。然后这一次事件当中呢，我们的林艺手创办人呢也捐赠了6000万给高雄。是全台湾捐赠最多的。是，同时今年呢，一样的再把跨年晚会呢办得更盛大，对，让所有人能够忘却伤痛，把2014年全部丢掉，迎接全新的2015年。没错，而且其实跨年啊，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烟火。跨年烟火，我们艺大世界的烟火一定是全台 No.1， 因为我们从50层楼高的地方往上放。本来就放得比一般人要高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会持续365秒，就希望大家在未来的365天呢，天天都可以幸福快乐。哎呦，365秒的烟火相当的有诚意，是，但是这个诚意还在跨年才看得到，一开始就看到很有诚意的表演啊，对不对？好辣，而且他今天除了上面之外又有小蛮腰，哎，谁受得了？你想不想被呼呼一下？我刚看了那个画面，好生气啊，有2个男的躺在前面又这样看，你知道吗？哎，太享受了吧！那是摇滚区啊！哇塞，我觉得我直接按线就对了。谁？是怎么没有礼貌？你想不想？你想不想？我想有什么用？我又不是舞群。不，我们现在马上请安西亚出来，再帮我们呼呼两下呀！哎呦，好不好？再次欢迎安西亚。穿高领的啦，哎，就是变单，他只是变个颜色而已。阿咪老师，温度已经只有15度了，不要再脱掉了，好不好？要不然我脱好不好？啊，你算了算了算了，怕大家不想看，不要我，不要，我跟他变成改天。各位现场的朋友，节目才刚开始，他的脱色来刺激收视率的，还不要急。刚才换衣服的时候我已经看过了，那只是一套红色的袈裟而已。什么？安心啊，前面带出来很有诚意的表演，是不是？对，就是为了就是高雄的朋友。哦呦。然后希望给大家比较不一样的呈现的舞曲。而且其实你已经很多年都有到艺大来跨年了，对啊，我其实都有来哎，对，3年了，好开心，大家都不会腻哦。怎么会腻？还是要给我们新鲜感呢。你越来越有魅力，越来越有味道，怎么会腻呢？对不对？而且今年除了唱歌，还有演戏也非常的厉害。哦，丰收年。对，跟你合作过的有萧红人啦，柯有伦啦，啊，蓝正龙啦，啊。还有阿 Ken 跟嘎嘎啦，啊，这些都有合作过啊。哦，这5个典型完全都不一样的男生，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在一起的感觉？我们讲感觉，在一起的感觉，在一起的感觉，在一起的感觉，哪一个是因为他们5个都不像嘛，对不对？对。哦，应该是葛仲珊。哈，我们刚有这个选项吗？我刚自己讲的。不是，因为我最近跟葛仲珊还……你是把他盖皮皮的丢啊？不，没有，就葛仲珊就是最近跟我还蛮不错的，然后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感觉还蛮好的。哦，既然他不想讲在一起的感觉，大家其实看八卦杂志都看得到，上面的东西不要相信，都是八卦的内容，对不对？他跟嘎嘎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啊，新年快乐！我们今天既然在一起，我们就要聊聊在一起啦，就听听在一起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是不是？现在带来这首歌叫做《在一起》，这么巧，对啊，就是跟葛仲珊一起合作，掌声来欢迎，不是安心羊，谢谢，欢迎。这首歌希望可以给高雄的朋友鼓励跟加油，希望可以跟大家一直在一起。嗨。嗨。
绝放弃。原来你世界不孤寂，要在一起就在一起，怎样都好我陪你，要在一起就在一起，就这样赖着你。可以接我吗？看天空的星星降落在海里，想和你拥有最浪漫的回忆。哦，眼泪在滴，全都怪你，就快点把我抱紧。就在一起，怎样都好我陪你，要在一起想在一起，就这样赖着你。嗨，左边的朋友新年快乐。嗨 Hello， 开始吗？要在一起就在怎样都好我陪你，要在一起想在一起，就这样赖着你。要在一起就在一起，疯狂冒险我陪你，要在一起就在一起，就这样爱着你，在一起。朋友在一起，新年快乐！什么道理？
佳薇，掌声再次鼓励。今年的高雄艺大每一年的舞台听说都长得差不多，但是我会告诉大家，今天由我跟莎莎来到这边，绝对让大家知道今天晚上的节目绝对一轮比一轮还要精彩，而且节目的安排的方式也会跟以往你们所看到的跨年晚会不一样。光刚这样的感觉，李佳薇这位铁肺女王就站在真的像悬崖的地方，好会唱，在整个节目一开始就想要热的时候让大家知道这样也可以震慑人心啊。对呀，他唱的每一句都唱到心坎里了。哦，我的心坎儿，心坎儿怎么已经在滴血了，滴血了。我本来以为我会怕冷的，我听到他的声音我整个沸腾了起来，我好希望他出来搞啊呼呼。哎，你说他帮你呼呼吗？我们大家可以询问一下。再次掌声欢迎李佳薇。哎呀，你好，哇！现场的观众大家好。这个的出场方式是我设计的，你还喜欢吗？还喜欢，就是真的蛮像悬崖。对，在悬崖上唱歌。如果悬崖长这样，我想谁都想去啊。难怪，怎么会有说像天堂的悬崖？对不对？听到你的歌声在悬崖上，那个地方真的是天堂。非常好听，而且我每次听李佳薇唱歌啊，我都想说她的肺到底有多大颗，因为她每次感觉就是花一点点力气，但唱出来那个会哇塞，很磅礴，就很有气势，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正能量。对，你的肺会不会大颗到互相有点挤压到？太大颗了吧？因为今天呢，铁肺女王来到这边，歌不可能只唱一首。对，我们用各种的方式让现场的朋友今天跟我们一起，带着浓浓的热情，一直撑到跨年倒数。没问题。所以让李佳薇再带来好听的歌曲，好不好？想听什么？哎呦，你们都看过今天的节目单子？好有默契哦，你们。哎，我们今天刚好没有这首啊。哎，你们怎么没有跳？可是他们想听，他们想听这首可以唱吗？但这首跨年唱这首好吗？观众都 OK 哦。我们想知道，因为只有前面在说好，后面觉得怎么样？哇！李佳薇为现场已经有10万人的现场哦，不止超过了，带这首好听的歌曲《煎熬》。现场朋友们会唱吗？2014年是对大家来说蛮煎熬的一年，所以我们一起来摆脱煎熬。
船港，在陷得太深的海底，我也只剩下我自己能离开。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我在想烧成会有多高，就算你不要吵，谢谢哦。今天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我想说刚刚我刚在 Facebook 上 po 是准备要上台，我希望大家今天以最快乐最开心的心情最正能量的心情迎接2015年。接下来这首歌为你们而唱， Let it go 献给你们。 Let it go Let it go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river's yelling like a swirling storm aside. Couldn't keep you down, heaven knows I'd try.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I see your freedom, lady.